2019年，东森新人王在历经了全美3地5场海选的试炼，突破了重重的关卡之后，入围选手们将展开下一阶段的进阶赛。东森新闻就特别推出东森新人王每日一新特别报道，看年轻人如何挥洒汗水追逐梦想。下唇印的嘴，唱着甜蜜的情歌，微微的摆动手势，看起来有些羞怯，下一秒却能够立刻飙唱难度超高的青藏高原。27岁的田佩充分展现女力，将女孩的可爱与女人的爆发力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这些都是源自对唱歌的热爱。各位的大力支持，希望能够有不错表现，拥有新时代女性的正能量，田佩也有感性的一面。她曾说：“人生很短，短到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做就老了。但人生也很长，漫漫人生路，请找到对的人，携手前行。”田佩希望自己在音乐梦想之旅的路上是小伙伴们对的人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许氏人生为每位选手加油打气，补足元气，唱出人气。